小陆总，我来汇报一下今天的工作安排。陆总，我可以快进吗？价为35.65，比昨天预测高出了1.3。我可以倍速吗？查账已经结束，发现您弟弟1.5倍速也不行啊。已汇出了40,000的现金。对了，您弟弟本月第38次申请现金，您看怎么？你前面不说点什么吗？就直接就有零。可以先来一个，就是打招呼，然后现在要看一下那个结算出来。您之前同比增长了27%，领先行业平均水平。按照这样的趋势下去，不出意外，今年年底的营业额会比去年增长2倍以上。陆总，最后一项，老陆总问您，本周哪天有时间去相亲？为什么我看到龚俊出来我就想笑？我可以说话吗？他那会儿手坏了，一整个戏都是这样拿东西。导演这什么配乐？拍第一集这场戏的时候，我跟龚俊正在冷战，我们正在吵架。喂，我们俩看那个戏播的时候就想说，我们俩怎么吵了这么多架，都是件很小的事情。我这是在……哎，你好，我现在在哪个房间啊？哦，没关系，这个不重要。这样吧，一会儿我们在医院的大堂见。嗯，好，拜拜。哦，我结束了，你继续吧。我们原来的台词我可以说出来吗？不可以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我觉得大家会想听的。这些都是重新配的，后来又重新对的口型配的。本来是准备掏钱给他，这是个。这位小姐，你知不知道，这里是我说今天出门没有装现金。请问你可以接受转账吗？这位医生，然后我说的是，这位医生，你有没有想过，你现在的样子更容易让人犯罪？哦，这些话什么都不能说，是不是都不能说？说了之后，这个是不是也会被逼掉？你们到时候弄的时候也会被逼掉吧？那就把我这段逼掉好了，你就光看我动嘴。我是说，你的腹肌很硬。谢谢。应该是我谢谢你才对吧？好多那种词儿，我在林医生录音棚重新配的时候，我都配热。你扣子扣错了。什么虎狼之词？200万，自愿结合。你跟我结婚只需要维持1年，一年之后就可以抵消200万的债务，不用特别感谢。我说的是我需要一个男人，而你正合适。你不用特别感谢我给你这个机会。抱歉，我拒绝。重新配的声音都很奇怪，听。300万，是你一年薪资的好几倍。你仔细想想，如果我们合作愉快的话，这会是一件事。我怎么没有遇到一个陆芳宁这样的人？不想努力了。高手。这场戏拍的时候就觉得，全部。就一直在问老徐，这种跟我维持一年，你这个疯是什么意思？一年后这笔债务就一笔勾销。老徐很嗨，这些
拿这个结婚证各自给自己的姥姥打了一个视频骗他们，因为道具弄不了那个结婚证，我们俩真结了一个婚，戏拍完就离，姥姥们非常的慌张。不是我还是你啊，林医生，这是我们俩跟卢芳宁结婚啊，戏里第一次拍接吻，然后也是实际上我们俩第一次拍吻戏是这场戏。你太卑鄙了，居然为了钱要逼着林医生跟你。那会儿还不熟，这个吻戏拍了十几遍，就亲手了，就导演跟制片姐姐都是，我觉得有安排的比较妙，就是一回生二回熟，多亲几次就熟了。小叔叔牢牢的把你锁死捆住，再也不让你有机会一走了之了。不过你要是早一天回来就好了，你还能参加我的婚礼。哎呀，不过也就是场营销会，不参加就不参加吧。你说你都这么大人了，怎么还拿终身大事开玩笑啊？啊，你好意思说我一走就是10年。啊，叔叔好帅呀。林月，这是 Simon， 我小叔叔。陆毅瑶，林瑞，我那个林瑞在叔叔面前就像个小学生。来，尝这个，奶乎乎的。是吧？不错，不错。你回来真的是太好了。你说呀，明亮，我真的是这几天辛苦了，多吃点。辛苦，姐夫，你们俩昨天新婚之夜是很晚，喝酒。来，我们再也不用像小时候那样偷偷摸摸了，可以光明正大。那会儿啊，我俩真的是提心吊胆，偷偷摸摸。林燕，多吃点。哎，方宁她不喜欢吃肥肉。嗯。是吗？啊。呜呼，嗯。真好吃，谢谢老公。慢点吃。嗯。三妹，可能是你离开的太久了，不知道方宁的口味都变了。啊，没有。我知道，方宁最喜欢吃辣子鸡了，是不是？宁宁，多吃点青菜。你连这个最难吃的青菜也爱吃了？最近我嗓子不太舒服，是得吃点青菜。哎，也不能光吃青菜，这几天这么辛苦，要多吃点肉。怎么撑得住啊？你说辛苦呢，还是老公你最辛苦啊？啊啊！真好吃，谢谢老婆，爱你哦。我们现在是新婚夫妻。最不想看的就是这个草莓吻。不会一会儿有草莓吻吧？哎呦，这个是我。方宁，林医生，饭正在准备，你们先吃点水果吧。这个，哦，高阿姨在我们家。这是我最不喜欢的一只。谢谢高阿姨。干嘛？这场戏在干嘛？嗯。好吃。哎。
我该挑一个小一点的草莓了。真的不想看这场戏，这场戏真的不想看，这场戏真的不想看。哎呦，你尝吧。奶茶拿口喝一口，谢谢。该找了。嗯，哎呀，你看我，那个我这沐浴器挺好看的，能帮我送一下吗？老公，我够不着。那我走了。哎，林蕊，林蕊，那老公我出去喽，我出去了。你俩换着来一下吧，要不举不动了。这么多水啊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口好渴呀。是不是穿多了？脱一件吧。没事，可能是感冒了吧。感冒啊？哎，我今天新换了一个洗发水，你闻闻看能不能闻见味道。怎么这么做作？可能是洗太久了，我有点头晕。哎呀，不行不行，林瑞，干嘛？不知道为什么，我也突然特别热，手出了好多汗呀。老公，不是会传染吗？我都不敢想象我姥姥，我姥姥看到这儿了吗？我姥姥，姥姥，别看！这么伤头啊？你给我喝了什么？随便吧，来。不行。哎呀，磨磨唧唧的。要干嘛？下。哦哦哦！我们今天晚上得好好谈一谈。没了，15分钟的，你歇一会儿吧。